首歌是什么？这不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游戏，一场火。哇，你超抖音了，不要分心。太惊人了，好可怕！你能够准确的唱出那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吗？就现在唱一句就好啊。那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，是不是很难听？就直接发抖，发抖，发抖。所以刚才那个音是因为紧张，还是因为不会唱？紧张吧，所以唱歌跳舞都是刚开始练习。所以你婚礼的时候，你自己的打扮是完全标准吗？十全十美。我跟你讲，事后也是很多人来跟我讲说，我觉得你那一套啊，我觉得没有很好看。我觉得你那个妆怎样？竟然有人讲这种话？也有啊，很熟很熟的朋友。因为演艺圈好像有蛮多人在聊说，你那件还蛮丑的。这种的跟软的，你们会推荐哪一种？当然是硬的。我会推荐帆布的。那有的人用硬壳就是喜欢有那种对刮伤的感觉，对。對對然后贴纸都不撕，就很有触感。你追求刮伤吗？我也不是追求，这是因为那个百货公司周年庆送的。你身为堂堂一个老艺人，怎么可以用正品？老艺人就不能讲勤俭持家吗？我还有经验，就是烤箱的东西拿出来一定要戴手套。对，你什么？烤箱烤，然后时机叮大了，我好高兴，我会打开，我去拿，就那个盘子好烫哎，结果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个手指都起水泡，因为我上课是拿粉笔写字，我起水泡，你也不能上课，哎，活该，我这也是我手泡知道的。以后你不要去碰那个。所以你起水泡就也不知道，直到你拿起粉笔才知道说哦好痛这样。当然很痛，那次我真的就那天没办法拿粉笔，好可怕哦。所以以后我知道那个真的要戴手套。这已经跟这跟是不是写内裤无关，这是跟智商有关。这就像现在骑摩托车一定要戴安全帽是一样。不是他啊，郭彦甫戴上，每个都要一起戴上。郭彦甫戴若。郭彦甫，你是色情狂。什么？你是色情狂？吃西瓜。好可怕！我们家的耳机不是为了让你说出真心话。因为我是这样的。你要不要坐到后面去？你跟女生乱搞，好可怕！你跟女生乱搞，对不对？乱搞音乐。你听到乱搞 ，OK。好，来林立文带。我不敢带啊，林立文大笨蛋。如果那一部片子男主角不优的话，就会想说啊，为什么是？可是你也不优啊。所以为什么不是他？就是如果要不优的话，大家都可以上。因为他体力跟年纪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要不要试一下？试一下。这个是25岁去参赛就被其他的模特嫌弃太老。我22岁。然后22岁还被嫌老。对，因为我是那一次去参加总决赛年纪最大的。真的只是显老吗？你的问题不是老不老哎。最近叫你化了妆再去，你干嘛不化妆？因为我知道有一关就是卸妆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有卸妆你还可以入选第一名？又是后来是在比赛差异最大的吧？是不是？他就后来参加总决赛的时候，他代表台湾去参加总决赛的时候，你说卸妆哦？对，去国外卸妆。对，你要不要化？开始跟黄国恩追究几件事情。第一个，听说他逼迫小鬼叫他大师。有，小鬼都叫他大师，是不是？我都叫他大师啊，是他要求的吗？黄国恩，你现在改名叫黄大师吗？我一直就是啊。我只愿意叫你黄大同，除了这个之外，休想。对啊，我帮你改叫黄大仙好了，去庙里拜。蝴蝶知道要阿本做搭档的时候，你不担心说他太漂亮吗？我只担心他脸太小。对，他脸好像比女生还小。对，为什么今天都是男生看起来比较年轻啊？他除了你之外，我跟男生很老吗？没有眼屎，没有鼻毛，牙齿我看牙齿整齐，可是他嘴唇的这上面有一个很细微的黑黑的污垢。有吗？有。哎呦，鼻毛我看没有牙齿。整齐。哎，你最近好美哦。少啰嗦。
OK， 干净，他干净。真的吗？对，极为完美，然后有称赞有差，林恩完美。林恩没东西，真的没东西。OK， 我想最脏的应该算是潘慧茹吧。快把笑话拿出来解气。请问你那盒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这个很棒哎。哦，对，送给你们的礼物。是安排的麻将牌吗？不是，唱跳专辑。是我们鼓励小朋友赌博了，是不是？第九张专辑为什么有无止境的唱跳啊？第九张专辑啊！你们家长不明白吗？就是小朋友的钱就是要一直赚，一直赚，一直赚。真的很贪财。我们中间有隔一年。你们想累死小孩啊？学几支舞才高兴啊？他们就都是辣妹，他们就是要越短，他们越要买。林立文，这件你出多少？我没有要买。他没办法穿的，你不要，他一穿就会滑下来，他怎么穿？而且我这是小礼服啊，当然不适合。它是上衣，它不是礼服，它是洋装。因为真的，我有量过，就是它的长度是刚刚好从这边到。比林立文还细，对，怎么可能？我以为林立文已经最细了。可是王英不会像纸片人哎，王英文你站起来，我比他高哎，我看看你的腿。而且他穿的高跟鞋，我细耶，我比他高哎，他身材比他高，而且他嗓门比你小哎，而且你本人不正哎，摄影师说。你说到欧洲找小优，我 OK 啊。哎，到在台湾小优到欧洲找别人，你 OK？ 只要不要被你知道。就是如果他到欧洲吗？不行，但他带我去啊，我没去过欧洲哎。这他居然可以为了一个人带你去会好玩，带我去哎。一定会很好玩，很难讲哦。小优在欧洲说不定也会引起一些人注意。对，因为外国人好像看不太出来那个亚洲人的脸是什么样的，因为他还是有一些东方特色的啊。对啊，我有些小小眼睛就是长细眼他的，有那么大吗？小 S 决定要开班授徒教武术了，现在你的武学生已经蹲好马步了，请你指正一下他们的姿势吧。你为什么打那么多肉毒杆菌？你为什么穿得像骗子啊？我这是叶问那个就这样穿啦。我不知道习武之人也沉迷危险性哎。请问你目测一下大概瘦了多少？我看10公斤有，有再继续努力。而且你眼神真的跟白云差好多哦。你们可不可以聊快一点？我呼吸不到空气。没有人规定你要站着，你可以拿掉你给我们抢。对啊。这样可以呼吸啊！先生，你洗头吗？白云，这样有没有感动你？就你也要走回情歌路线来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他只有 A 片路线。谐星我来当好了。白云，你会不会想说你也瘦身，然后重新回去拍 A 片？后继无人，对不对？只有你啊！你还是传奇中的人物。对，我觉得你可以耶，因为你现在更低级啊。这不是更低级啊？哎，白鹿从这个距离看更惊人呢。什么东西？怎么了？哎，他这样很像 FD 什么之类的嘛。FD 啊！哎，拜托你去拿大字报。雅琴姐。S， 你方便弄一下它有多扁吗？超扁哦！只有47，怎么可能？好扁哦！对啊，侧面这么扁的人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有人要拿刀穿过去，就很快就会过去。对，那刀还会的，就是那个短刀就可以拔。只要一个，但是从另外一面会找不到。就是说，如果一般是匕首的话，插胖子可能插到肚子去，末端露不出来，对吧？插纸片的话，后面就会有一截出来。对。等于瑞士刀就会从它就超适合被杀的意思，对，就是法医会很方便找到那些。其实小女孩她们都很在学校的教育都已经很完整，她们都不会慌，她知道，去了就跟爸讲，爸爸我来月经了。可是当你听到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面对这问，那你还是因为你还是家里都是女孩子，你还是会觉得女儿长大太快，然后就这样，生命就是如此啊，是所以当时听到这个消息，眼泪就自然就这样子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你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。对啊，后来刚好那天我就去他们家吃饭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大姐，润润来月经。”我说：“真的，我也哭了。”结果他女儿哦，他说：“我停了耶。”听说爸爸会说，好像还有记者写说伟忠哥并不是以
文字见长的，可是读这个就绝对觉得你就是个天生的作家呀。你以前不太花时间写书，我高中别小看的。对呀、啊。可是伟忠哥，我觉得你文笔好归好，你笑容要练一下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笑容就是写了练才两个字啊。